首先撕出来一部分羊毛，把它卷起来，对比图纸上面大小，多的话就剪下来一些毛，少的话就再加一些毛。和图纸上面大小差不多就可以，这样卷起来以后，然后戳成一个圆球。刚开始可以用大针来戳，大针粘画比较快。大概不会散开以后，可以换细针戳一下。现在这个球的表面是很凹凸不平的。来加一些羊毛，再戳一下，把羊毛先撕一下，这样把它撕乱。撕完以后，把毛这样拉成一个片，然后裹到这个圆上面，这样用细针来再戳一遍。一直戳到表面比较平整，这样搓一下，把这个圆稍微捏一下，捏成一个头小一点、身体大一点的形状，这样区分出它的头和身体。然后拿出这个卡萨的毛，你先撕一下，
戳上他头部的卡榫。吹一个它的小尾巴，用黄色羊毛撕一下，然后这样折叠起来，吹一个小小的尾巴。戳的时候只戳折叠的这个前端的部分，后面这里的毛留着不用戳。成一个波浪形，深咖色，在尾巴上戳出几个线条，这样把尾巴下面留的毛撕开，戳到它尾巴的位置，还要用黄色来戳出它背上的颜色。它这边黄色的部分，从头到尾巴这里这样弧一个弧形过来，头上卡色还有下面黄色这里留出一个白色的位置。对比一下两边，这样在前面能看到边上的黄色就可以了。
扁平的话就可以再加一点毛。拿出一点白色，把它这个脖子这一块再戳一下，使这一圈更明显。再戳两个小翅膀，先把黄色羊毛撕几下，然后折叠起来，看一下翅膀不要戳得很大，像兔子上那样，小小的一个就可以。再戳一个小翅膀，然后戳上翅膀的花纹。先戳上翅膀下面的两道，这样戳上三个点，然后在三个点下再戳几个白点，
把小翅膀戳上去。把翅膀边缘稍微撕一下，这样好戳一点。戳上黑色的嘴巴，这样折叠一下，戳一个圆锥形。戳的时候也是只戳前端的部分，后面的毛留着。把黑色的嘴巴戳到咖色和白色交接的这里。在它嘴巴的两边有一些黑色，这样戳上一些。然后在嘴巴的下面这里再戳上一点黑色，然后撕出两团黑色来戳上它的腮黑，在脸蛋这里，大概先戳一下。
这个眼睛的这边位置，用戳针深戳，戳出一个孔，把眼睛放进去。两个眼睛的位置按的对称一点，接下来用粉色来戳出它的角，这样大概2厘米长的一个小的圆柱，这样是一只角，然后再来戳两根。搓成一个小条，把头上的这点毛折回来，这样一根大概有2厘米长，不要戳得很长了，也不要戳得很短。再来戳一根这样就是两只脚，把其中一根这样对折一下，戳到身体下面，然后再来一根直接戳到这根上面，然后这样再加一点粉色，使这个角能戳得更牢固。然后在小麻雀的头上、嘴巴中间这里，往头上这里戳一个小凹陷，麻雀的头上这里。像是一个小中分那样。九的针放进去，连接手机绳，戳一下，然后把九的针拿出来捋直，
这样把九字针穿进去，然后这里打个弯，然后用一点羊毛把针尾覆盖一下，戳的时候慢一点，可能会戳到里面的九字针。连接上手机上或者是钥匙扣就可以了。